大家等了很久的 Metal Gear 恐怖主機終於來了，我們現在就會為大家介紹一下它裡面到底有什麼。首先給大家看看它的樣子是怎樣的。 現在我們就會為大家介紹一下裡面到底有什麼。首先這裡就有一個曲啦，是給大家 download PS4 的專用指令主題的。 之後隨機就會有一個手掣的。 接著就會有電源線啦，一條 HDMI 線，一條 micro USB 線，同埋一個耳機嘅。 入面仲會有一隻 game 啦。提翻大家，呢隻 game 嘅語音咧係英文，而字幕咧就有多國語言。咁其中亦都有包括英文同日文嘅。咁跟住落嚟咧就係我哋嘅主角啦。呢度咧就係 Metal Gear 嘅主機啦，係咪好靚咧？咁而家俾大家睇下佢個外觀先啦。